个字型，大概有几号字，这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啊。好，下一页。那么这里面章节要怎么安排啊？章节要怎么安排啊？对不对？那由研究计划，你看到最后一定要什么？主要研究发现啊，再往下主要研究发现后来说我未来要怎么进一步把它进来啊，对不对？然后研究的目的以及主要的研究的问题还有历史民调六次民调的东西，那就直接在这里。后来当然补充，我帮他们计算抽样误差，把它完成了，在这里就有。然后论文的章节安排，看到吗？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了，做了安排。都是我当时弄的，他们也改变半个字。到教育部检举我的检举函第三，说从这个 model 一、model 二可以看出这个林志坚抄袭余振煌的 DNA， 因为余振煌有中介变相。这真的是路人甲看你说故事的，这个 model 是我跑的，我设计的时候就没有中介变相，因为中介变相很复杂，我就书里面有讲，不是你随便说说而已，那我一开始就设计就没有中介变相，所以我觉得就感受到就是很多人就看的东西看你说故事就开始就说起来了，很多人就相信，对不起，原来的创作者现身说法没有终结原因，因为我觉得该是他不需要。